如果那两个字没有颤抖，我不会发现我难受，怎么说出口也不过是分手。如果对明天没有要求，牵牵手就像旅游，牵牵上我个门口，总有一个人要先走。怀抱之人不能逗留，何不在离开的时候一边享受一边泪流。十年之前我不认识你，你不属于我，我们还是一样陪在一个陌生人左右，走过渐渐熟悉的街头。十年之后我们是朋友，还可以问候，只是那种温柔还也找不到拥抱的理由。尽管最后难免沦为朋友，直到和你做了多年朋友，才明白我的眼泪不是为你而流，也为别人而流，不是为你而流，也为别人而流。